here for a second.全是连通的地下，都难下去。你听，别走，别走，你坐。有点生硬吗？啊，就在前面，没问题，没走错，就在前面，别走错。我看看，我先看看，哪个先看看？前几个，嗯？有吗？三个呢，嗯。吓到他，嗯，他不敢，不敢弄了。哎妈呀，这地方进屎的。嗯，我上那边从底下地里边弄的。他这个都是痛的，大狗应该是走最底下的。这个又是小母，这个呢还有三姐妹，全是女孩，对呀、还有没有了？抱着找一找吧，现在还是抱起来暖和点，咱抱着找。另外再等等看看大狗，都说是有大狗啊，那这么小狗，肯定大狗到底是被人抓走了，还是遇到什么车祸了？先找一找，那个看看，太可爱了，还有没有看一下？这底下刚才咱走的基本上都是沿着底下走的，这里面是没有了，这一带。我看这底下洞，我看洞里面，我看这洞里看看，再看看这里面。没走到了，
但是走的方向对，咱是按了这个，不是按建筑走，是按地下管道的方向走的，连通连都走到了。我都忍不住多看一会儿，你看这就是这只，小可爱的样子。哎呀妈呀，真可怜！再上前面啊，等一会儿找，然后再看看大狗能不能等着它。狗刚才把饿的。见着。